我们说话，跟人共勉，能尽情共轨，以上五分，啊，这些讲就讲可以第三分，温和应住，温和好一些，哦，也可以温啊，温和应住，温和好一些，就是讲你要多重视，你未说积极多重视之下，你今日话有说话，话有说话，叫做犯法，所以用公斤的二十四分，这个福地无离分，就是你讲第四分妙门无处，因为伊个任何早头谈过个，你用公斤二十四分开始，就是讲正道物件，所以就是叫做结悟，结悟，结悟第二十四分就结悟了，用公斤的第四分叫做妙门。金刚经第二十五分，就是咧见悟金刚经的第二分，温和应住，温和安住，他在取语。就跟你讲起，伊当时不得说佛的什么，甚至拥有显能住显入理，啊，阿妙得了什么什么的心，温和应住，温和心。当然，梦见很多问题，那梦见很多问题以后，因为后边你金刚经的二十四分。因二十四分，咱无早头来讲个，伊有这些烦恼，叫做信感平静。所以你的四分，你的四分就是开始做辩论，就是静静静啊，静到第啊，用我们的四分叫做妙明无住。第二个，福地无边。如果第二个，咱啊静里又好又好来讲个。这种东西是有的，但是因为今天去爱有地，所以地，那今天大一旦种到无上正定境界，那叫做无的。福，你用一切世间的万物福报，拢无法做人，含这个地来做人比，所以那叫做福地，福地无比分。那福地无比分，伊就是讲妙缘无住，因为如果你有一个住。这个主就是你有生的这个心，所以你这个心不是马上把这个结，有某上人上众生上是正常，所以会去结。二十四分就是咧结固于因果结，当时的第四分。那二十五分就是结固于因果结的第二分，是诸佛的功德那个地，不能定住，不能好心。现在哦，你看我一切啊，一切。所有众生，有观心，有心性，有化心，有有性，有无性，有无有性，有无性。我该念念无为涅槃意，念到尽，如是无量无所无边究竟，是无众生可为法。这段就是讲啦，哦，这段就是讲叫做化无所法。你要度化众生，但是你必须接到一个有度众生的相，而且你要做菩萨，你菩萨你未使念无度众生。啊！你个度众生，佫袂使执着你度众生，叫做化无所化。嘛，你讲讲，哎，温柔应住，温和一心。我是要那含糊，我是要安住这个心，我是要那含糊这个妄想心。这是一个作用啊！因为你度众生，咱就生心，哦，咱就执着，所以咱的心就含糊袂掉，咱的心就安住袂掉。是然后，因为你面对众生。众生是无遐尼简单好了啦，或者解释众生不是遐尼简单好了办，你度你度众生，众生你想讲怎么讲咧？问这两个这些人啊，孟广亮先生，因为弄二十几万块来得当，伊若真正无有一个无上人上众生上上个上，伊能弄唔好，不能得咩？已经化无所化。你化众生，伊无有接到一个我的度众生。无论你安怎把我批评，无论你安怎诽谤，无论你安怎把我讲，我这个心完全无在意这个物件。所以讲，温和一住，温和含糊一心。我要安住这个心，免得含糊这个度众生。唯有就是你化无所化，你度众生，你袂使生着众生的执着。我今日我唔要赚钱，我咧度人，我咧讲我真歹听，我咧诽谤我真歹听。你有生这个心，你快点走。咱今日咱来出去走。好、哦。
咱即摆嘛是道中闹啥物大项代志，要去大义，要去大学，第一个先着准备怎样？感谢安尼。伊若讲啊，该怎么叫我？拢无人安尼做，来怎么叫我？伊一定做的是蛮好，哎嘛做袂起。人家讲伊一定细心，但是伊伊生了歹心，你这条方向歪了，歪了，歪了，啊，无这如何把感情变歪？你的心变得好，你的心变得欢喜心，你的心变得清净心。但是作者来教，老师代是教，愈教愈是愈欢喜，你并无接无接到一个，拢在教啊，大家拢在教啊，啊，老师接到这个物件，可怜伊两三百人就贴贴伊个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因为伊就是好好教，啊，你一直要教，啊，伊一直接受，一直接受，变得欢喜，变得欢喜。所以，无缘无缘的，你无缘的，你若无接你心里的，你叫做话无错。虽然我今日咧在人家的姊妹，但是我无接，我在一直是我的义务。你今日办得比我辛苦，我难得辛苦。所以，做生意做做辛苦的哦。讲别，无你较辛苦，你起来起啊，我好要赔你啊，我好要叫。我但是在你尔，我哪比你强呢？啊，无人甲比代我，遮济人拢无叫我啊，甲你叫我，甲你叫我，迄个心哪安尼想，哪安尼想啦，嘛做，嘛不讲出来，你讲出来是足严重个啦。所以伊以为心生出迄个世界，伊万分多，伊无万分。伊内心迄个发露出来，迄叫做清净。虽然伊做，伊无感觉伊做，伊做这物件，也是感觉因为我变做个，伊有容易，我很欢喜。伊当叫着我，我只是在做我好个物件，所以今日换一个解释，我今日一群人同我食毒，啊，一群人同我毒，人去知吼，去有发觉，去有那行经了了，你要知人个代志，咁是安尼，啊，人咧办得倒转来吼，行经了唔该了，未了啦吼，虽然未了，你做工就太偏，了嘛，伊做工就关人，赚得了半年吼，赚得了半年，啊，若犯毒个呢，了着呢？赚多少行啊？对不对？赚多少分啊？分啊分，伫个官啊，伫个枪毙啊，对不对？偏偏分哩，为是分公的，为是分最多呢？啊，你讲看，咱去拼半回个，牵扯了那公的，那分哩。哦，人伊袂接到线物件啦，命中无主，咱袂去接到线物件。但是会安尼做袂，一定安尼做。所以这是一个实质，因地各环境，因地所接的各地环境。这造物的事实，伊虽讲唔嘛是安尼，因果的物件安就是安，唔是互你讲买买唔的物件。啊，所以这点咱定定要讲。所以讲到第二十六分的内底当中，伊叫做发心为发心为上品。这个发心，咱个贡献，就是因为咱过去咱讲的是有不得的囝交往太粗暴，所以讲后世的发心，发心叫做哪？发心叫做清净心，发心嘛叫咱来做事，发心嘛叫咱来学习，拢难来讲。但是迄个发心是一个无形无相的物件，迄个清净无念的心，那是一个清净无念的物件。所以迄个物件内底当中呢，完全离迄个物件起了是无明的物件，迄是完全无清净。所以叫做清净清净，一定无念的物件，一个完明的觉性，完明。观就是作意，明就是光明，迄个觉性是观念的觉性，迄个叫发心。但迄个心有相无，迄个心无相。所以咱静静一直讲，一直讲，讲到这个物件。所以难免甲讲起来，讲到二十六分的内底当中，应该是个东西物件，应该是观察个讲空性的物件。但是到二十七分开始就来讲啦，就讲妙有物件。所以一直在慢慢听里边的。就无经确实实，咱来分析，看了后有不可思议的面面对。所以叫做探究本源，所以叫探究探究那个清净，探究清净本源，是不是叫做本源？本源是无间的物件，迄个本就是咱本自在，迄个本源叫无间的物件。所以咱讲叫观相理相，叫做观相理相。那里面这个本文，咱先来读一遍。苏伯提，来。苏伯提，物以温和。物以温和。可以三十以上，观如来好。
可以，那家己想管就来跑，是我的，就跑的。如是如是，如是如是，以三十以上管过来，以三十以上管就来。这点当中呢，人我先开一个课，这个管就来，这个一定要管，因为这个破音处，这个所以就我一定要说，这个音爱管，这个管了哦。观念的观化，观就是讲对内心清楚了后，起了一个正念，叫做观。所以说我咧，不离不门讲出话啦吼，不由得，说我咧啊，你不东西讲出话就是不由得，你的心理上感觉如何啦吼？可以三十以上观过来吼，所以说我咧讲，如是以三十以上观过来。这个如是，就是说，是的，可以三十以上观过来，可以用三十以上。那混动天当中有三十以上，非常好。所以过去我来讲解说，心有无量相，啊，相有无量好，好有无量庄严，那叫做三十以上。那三十以上，它第一段话就是呐，这段经文与前面不同。证明可以心上得见出来吼，可以三十以上得见出来吼，二十斤到二十六斤的内底，人讲可以三十以上灌入来吼，这个意思无是有相同吼，所以这个观一点不同，用眼睛、目睭啊叫做见，用心叫做观啦吼，叫做灌入来。那当然，你金刚经的。十八分内底当中，叫做一体同观分如何？一体同观，一体同观。所以呢，迄期当中就是咧甲讲一体无二体。迄、那个观就是讲对于随心的意境的内底当中，你要这个观的解释，这个观的解释，伊叫做哪？伊叫做慧，叫做慧观。一件的解释叫做相，因为凡事用，所以你佛教上有一句讲，伊呐，伊叫做啊个内啊个迄两个啊，持名变化、追顶变化、灌顶变化。这一点变化，观相。哦，所以这个观，就是观相变化，观就是空性。因为佛教里面两边，一种有四种，一种持名变化，这种就是叫持名观想，观相，来追点，这有一个叫做观境观，因为伊咧观就是伊咧念。伊存在了，但是伊用着伊的，用着伊的智慧，咧看到迄个方向去。伊心有无量相，相无量好，好无量庄严，所以伊叫做用这个眼睛去观。伊用这个开，如果用色，就是讲你今日用目睭去看到，我看到这个形形色色，形形色色。这个就是因为这个色去看到这个分别，叫做。也叫做分别，啊，也叫做辨别，辨别，它会辨别，叫做分别。这个归又是叫做分别，已经一体，一体，一体当中，伊这个归内底当中，伊无二，所以一体同观，同观，一体叫做分别。比如讲，今天过来做这种比如，那你那个根骨完全作根。伊比较少个，因为伊绝对无影，伊无影，真无影。因为伊个光照了了，伊个手照了底，但通用作光呢，伊无一个影出来。如果今日去现场有影，就是因为这个光无完全光，伊照了了后，才照一个影出来。这个影，这个影就是无代表叫做一体啊，这是无代表一体。这有相。有相啦吼，有相出来啦。相是哪？因为迄个
讲石来迄后，我这领走出来，哦，这叫做啦，里面石来。啊，咱今日恁就是呐，众生内底当中，伊就自性，伊就用着自性，所以伊用着色咧辨别，哦，咧分别。啊，所辨别咧分别，伊我拢达到圆满，伊我拢达到圆满。哦，伊我拢达到圆满，所以我拢达到圆满啦。迄后，伊拢有两种叫做意识。以下弄这两种，无离开这两种。以色以下，色就是一种表象，色就是种表象，声就是种音响，音响是叫做表象，叫做音响。什么叫做表象？表象就是有形有相的表象。声响就是讲音无音，是无相，但是有音。迄、那个音嘛是一个顿，迄叫做音音相。但是你表现你色相的音相，就叫做是真相法。这拢不是叫做圆满物件。所以唯有就是你的用法，这个物件，懂不懂？观自在菩萨行深法界本愿，就是照见我们的，一定讲见观自。见主在菩萨，我的见主在菩萨，有安尼写，因为观主在菩萨，这个观主，这个观理，观理用无紧，他更好一种叫做观，所以在这点当中，咱都已经给做些哦解释，啊，咱就了解讲，哦，这个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吼，咱就了解讲，哦，到底这个观伊的重要性在什么所在啦吼？所以一经含头前，哦，咱拄只讲诶，可以三十二相，还俗，可以三十二相，可以心上见出来吼，甲未当比着心上见着不了，不可以心上见出来。如来说心上就为心上，不可说我的还俗有相，开始无，就变尊相无相，即个出来，即段就是金刚经的第二分来咧讲出。啊，金刚经的第二分来咧当中，伊咧讲。伊是第五内底人，安尼很神。到第三，到第可以三十二相一见出来吼，哦，这个物件内底当中，慢慢就是金刚经的内底当中，哦，你第十三分就开始有贡献物件。所以伊一直讲到用金刚经二十六分的内底当中，伊开始就用见的讲，伊就用观的讲吼。所以迄个观的是观的心理。这个观想哦，不过去，你在当中呢，不过去开的微小向大这些声闻缘觉，甲因发生生活，但是因刚发生，总是因为生活是不容易的物件，好真困难，不可能开始了四心作佛，一切法有心之啦吼，所以这个道理，啊这个。哦，告诉他们成果不困难哦。你练习力的这个观想哦，困三到几小哦，这个时阵练习的春天了，三到几小做点小。但是呢，将来咱这个思想春天就三到几小，这个中央你观想什么，你就产生了什么。所以初发菩提心，这是理性人啊，个人爱有这么这么的观想。当然，咱过去咱知影，小乘大罗汉，你证得众生大乘，这因缘是真困难物件。咱进入个讲，哦，五乘大罗汉，听着不不讲，我话经验就来说，因为这是无可能的代志，啊，这个叫心正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说，所以分当讲，你这个答案有百千。简单讲，因为上进是咱个分，啊，进嘛咱嘛无迄个机会，所以就叫讲进嘛作者，咱修得遐个进嘛。我咧修得，啊，你一进到位，啊，慢慢地超前，了解就还故乡，试着就还乡道，哦，发现沙沙头脑就拉入他，好像遐简单的物件，所以咧家己嘛，包括这个心，唔包括你要做菩萨的心，唔敢去要发无二善心，是安怎？你听到你就该惊着，你要对你有信心。
你要观想你自己，我一定做菩萨，我一定做佛，我一定会，我一定会做菩萨，即我一定有这种物件，所以叫做信心。所以今日你既然那个你无信心，即阿罗汉伊无信心，伊较做嘛少少阿罗汉。即菩萨伊发大信心，当然即人会做菩萨大菩萨。咱知影观想菩萨，伊呾救心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边誓愿断。我们无能誓愿他，不得无相誓愿成。伊发这个誓愿，这个好，对吗？但是伊发这个誓愿要到底，伊有啥物路？当然，咱大家知影这个讲，吼，伊是说，伊的心就是要分，他的幻想一定分，我不随便做分，我一定做分，当然不能做分。地藏无分，地藏无空，誓不成分。地藏无空，这地藏无空。进来地界有空，唔免进迄个地界，住遐讲迄个，迄个二十点万师傅，他有迄十号地界，十号地界咧怪啦，怪啦，怪啦，你咪讲师傅，你是我，你够硬是我讲，我二十号在咧怪讲师傅，十号在咧怪点万师傅，哈哈哈哈哈，不可以，那怪点万师傅，怪讲师傅啦吼，他比。不是叫乖当素娘，根本是做何叫做乖？刚刚讲过，好，根本素娘的特殊，你不做何事？以身作则，上得看的是，不是看你乖，你的观念，你的观念未必会做较乖，对不对？你看你看什么？用我代表，他才做两块钱，徐才厚黑啊，江泽民黑啊，对不对？你真迄个无死个，即种连环啊！我即毋是咧，我即毋是咧讲正义啦。因为伊讲我是无死来，我是做有空，所有公安拢我接到。到时阵我唔结婚就是连环。对不对？你不要抵触到法律，你不要抵触到这个国家的法律，你抵触到无论你做哪样子连环，我意思讲，咱这点是更做坚决。我们如果犯到错误，因为其实人间的当中哪尊重，尊重那点么事？但是上天啊，你只要尊重嘛，后壁给你个生效。真正的大条的我无骗，这不是开玩笑，哎、欸，所以我讲，观想哦，人发什么心了吼？初发菩提心，正义心人哦，因为分别家庭爱心。哦，安尼观，你要观你做佛，你今天家己有信心，做菩萨你家己有信心。所以呢，现在佛就是诸上贵人开心理性人，即嘛就甲师父提供啦吼。师父啊，贵人你去三藏上见如来吼，哦观如来，去三藏观如来吼。你讲你会得用到三藏二相，会得看到如来发心佛，安尼对啦吼。所以呢。师父弟因过去曾经听过释迦牟尼佛开示过吼，师父弟就答应，哦，师父弟就把身有流无量相，相有无量法，好有无量庄严，以过去师父弟有得这名啦吼，所以师父弟如是如是依三藏以上观的，那安尼当中呢，如是如是，比如是的是的，啊，安尼可以以三藏以上观的啦，哦。所以应该是可以三藏就灌入来了吼、哦，所以下面就是佛可言出哦，你所观想的三十二相哦，不是真佛，所以言出于真啊，跟你讲起言出一个人对于真相，迄种物件内底人有真相才靠，无真相才吼，所以咱就要讲第二段吼，佛言，娑婆提，娑婆提。有一三十以上灌入来讲，有一三十以上灌入来讲，观轮圣王即是如来，观轮圣王即是如来，说得别不言，说何得别不言，世尊，世尊，如我该不说说你，不言一三十以上灌入来，不言一三十以上灌入来。
这门书到底是不会讲，可以三百年灌出来吗？所以这个就是我的讲，不是不是，可以三百年灌出来。安那安尼当中呢，伊依旧要看出来发生啦，会使以三百年上，会得看出得出来发生啦。所以不言不得继续讲啦，这个不言就不甲师傅来讲啦哦。师傅咧用以三百年上灌出来讲。专门信王是无啦，当然这点内底当中呢，伊认真必来了解。三十以上，唔是不能真相，唔是不能真相，唔是不能真相是甚物相？当然，伊是专门信王，伊是专门信王，咱好理解，就把它秀出了吼。专门信王是人间最有福报的信王，为甚物称信王呢？因为伊实行法。来教化四大无主的人民，使这个世间变成道德纯善的世间，因此伊的国土人生拢向善，向所谓善有善报，由于善有善报，会引导大地一片的丰衣足食，人民安乐，风调雨顺，则国泰民安啊！这个专门信王，伊能知影欲改世界不世界，因为欲改。有分做下国界，有分做上国界。上国界就是咱咧讲的，哦，有了哦，这两个，这两个道理天、高速天，哦，这两个盖天，哦，有分做这个两天。而这个专门系统是有盖天，伊观察有四大天龙，四大天龙恁知影啦吼，东南西北。因为咱人因为大雄宝殿嘛，大雄宝殿你们记得？因为大雄宝殿的地方叫素尊后王嘞，李湘强开华黑啦吼。你若讲迄条个前世鸟爷啊，这是前世鸟爷来解释他无啊？伊就是有迄个上刀的地阿点，地阿前世鸟。所以但是这个专门信王。伊就是定阿表数百天龙，各界天的人类当中，伊是一界啦，所以一界的人类当中，伊所观察。那伊观察当中呢，伊是专门信王。为什么伊个信王？因为主角讲伊修行修行法，什么修行法？咱知影，贪嗔痴啊，专念哦，啊，恶业啊，专善，我靠流血方面伊啊，速报高该速现，杀得赢。哦，那是我该实现。那你是福业，他做你是善业，就是因，就是咱讲的，这个专门信王，伊修的这修行法啦，吼、哦。所以咧，到我四大佛祖啦，哦，所以佛界人会当顺心，但是虽然安怎，会当互咱这人幸福，伊无可能，因伊要跟拜天的人对，哦，就拜天的人对，咱了解拜，啊，有一个色界，有一个无色界，色界是拜天。无锡的个人天，因这个黑天叫做二十八天，安尼对啦吼。所以讲二十八天，啊都有一个天王天吼，所以讲这物件。那伊哩，咱拄则讲的专门信王，你有拜天，有拜天大天的拜天，叫做数代天王天啦吼。所以你呐，啊因为这个网络辅助你较差，你了到用天然的电能够，伊哩伊要造出来做清楚啦。我接着讲啊，明哥。好、哦，那专门信王呢？简称叫做专门王，啊，叫做轮王啦，吼、哦，为世间最有福报的人啊。伊的慧修啦，伊的修，就是咱人啊，就是咱人慧修啦，吼、哦，有八万四千慧的师出现啦，吼、哦，统合着数天下，吼、哦，数天下，有数种的福报，一，哦，大富，宝殿，财富。诶，对啦，对五种多啦吼，即有四种吼，诶，即个福报啦吼，所以四种福报就是第一财富，第二珍宝，第三财富，第三田宅啦，哦，这是第一啦吼。为天下第一，就是讲形貌庄严端正，具有三十二相吼，身体健康无病，安乐安宁快乐，啊，即个寿命长远。为天下第一，以天下第一啦吼！专门专门出言是天下的太平啊，因为安乐啊，
无有天灾人祸啦，厝内有过去，过去心中啦，修多修福业，可惜不修出，不就出世无业啦，所以只能通遍世界诸佛之大王啦，却不能修天摩得个啦。人话就两个重啦吼，一是修仙，一是修福啦。人想过去讲，修福不修慧。那福中嘛是多啦，啊修慧不修福，啊慧中嘛好多就对啦，安尼啦，所以无好就想修啦。啊尊人信佛，伊是该修福尔，所以一年一年一个六六天的内底当中，叫数五天，哦伊内底第一天叫数五天，伊内底第六天，啊伊尊人信佛，伊是用三尊人不得用尊人信佛来，比如讲尊人信佛有三个对象。啊、其实本来这三十二相，就照着专门圣王的相来做比喻啦。哦啊，以比喻安尼啦吼。所以释迦如来在人间变化心的时间，三十二相专门圣王的相都是啊相似相同的啦。啊，好是比如讲啦吼，你接到不离三十二相，那就错误啦吼。因为不在人间成佛，是为了要度化众生，以达实现人间最稳定的福德之相。所以咱就要知影，不为着要度化众生，伊分天然的相是为啥？比如讲，今日咱过去观世菩萨，这无妄说。咱迄个咱解经里吼，咱建立一些宝贝要的时阵。一片不是尊，凡是的这部老师到凡是菩萨有吼，那个小人看得到的，即看得上这部老师，这嘛是一个相啊，是显化之相。但是到了到了今天慢慢都成变，但是你讲讲，它是一个显化之相，这个显化之相很重啊，会回应给他你的信心。但是那个显化之相，伊唔是，那个是唔是迄个东西，你是可能已经。有增加，今日咱了解的是怎样？观世菩萨、净土老师，拢来要甲咱扶持，加强咱的信心。但是伊迄时发生个东西，对我不用三十二相来咧实现，是安那？观世菩萨，哦，听讲个哦，听讲，伊跋倒天桥要救一劫个时阵。这个观世菩萨所示现是啥物？都是伫大陆，哦，要救救的示现是查甫的啦，安尼啦。啊，你讲观世菩萨查甫的查某的，你讲查甫嘛唔对，啊查某嘛唔对，因为伊有三十二相的变化，伊也唔对。我问你，老母娘是查甫的查某？你讲明明上帝是查甫的，你讲老母娘是查某的，哦，啊查甫的查某，所以你一阴一阳。哦，迄、那个道就是讲，无不得机缘，啊，功名嘛，道安尼尔。所以，这种应该咧，所以，我当然用这个三十二相来破相，以这个目的，目的是来破相，因为相当合理，咱去来破相理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不是佛陀的发心之相，啊，你要以三十二相。哦，就来建立出来，专门信王也是三十二相。那么专门信王不是如来吗？如果你来以三十二相，会当看到如来，那么专门信王是如来吗？不能三十二相，是因为只有佛陀人咧示现这个三十二相，但是因为佛用着三十二相，为着要引导众生，所以才现这个相。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相，所以金刚经的第五门当中，凡所有相，什么呀？开始起讲，欲见诸相非相，这个是嘛？你讲到底，欲见诸相，法相、破相，到底这是相？欲见诸相非相、破相，真性我不是如来，因为这是一个相，基本上这个相无法，你即是真性哦，你即是三二相。啊！安尼如来发心都无啥法的，我的身是干干净净，我怎样行出来？你去看我这个影，你看我这个影，
你会当看到我的身体，因为你只是我的影，因为影影在三十二相嘛，因为是一个圆影相嘛。啊，三十二相嘛，所以有相我是一个圆影相，因缘所生我的相嘛。你看到我这影，那讲这是我，那也对。所以因为你会透过这影来看到我本人，那对。你会放弃这影，那才看到我。如果你在这个影的底当中，你一定永远不能看到我，就对。啊，放弃影。逐渐走向影，非常不是真正相，但大部分还是啦吼。所以这点当中，咱一定不能破这个相，就是讲这个物件吼。所以呢，专门信奉八字相，那么专门信奉不是如来吗？其实专门信奉是人间最有福报的一个观念。因为那么，因为伊修行成佛啦，伊还无成佛啦，所以讲呢，伊接近三十二相，安尼就错误啦吼。所以咱今日佛经这边的啊，起码得开始了哈。释迦牟尼佛他的见解，释迦牟尼佛他的了解，立刻马上改变，以啊改变以前所有的观点，可以三百种观念，以前就改变啦。释迦牟尼佛一言，哦，还是以前讲的嘛啦，哦，释迦牟尼佛一言，无可得，别不言，世尊。世尊，如我开佛所说的，如我开佛所说的，不应依三十二相观如来，不应依三十二相观如来。因为师父的跨境里面，大家注意了哈，让师父的东西见风转道哈，那是哎，不能讲哈，对，其实这内底有作者，诶，因缘里内底，你若讲师父的唔捌吗？伊是解放地，实在地书本上叫解放地。你讲伊嘛含住，伊年过去，伊拢到破相入去啊。即嘛讲到十四分来啊，苏武帝亲盖遗书，哦，譬如以前合掌中年年年，伊有写出，我就是得回咱未闻古时之经，应该是甲即个内底拢知影，是安怎到二十六分，伊安怎到了去空叫风，都是安尼。所以伊是先跟化缘界一直在办，头前迄个综合起，到时师父在前面，阿都唔办嘛。所以伊们在办表示解释。第二个问题就是，师父在伊们在讲话，在讲话解释，伊随着伊后壁在讲，像当时不能讲求空间的地位，师父在欲救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之宝，岂有过失？是人得福，是人得名多。所有的言行多些真，是福的就行是福来算福多。意思就讲，迄个是不能问这无话，啊，所有的都对后边他刷落去，哦，行多些真，伊就他行多些真，就是参详讲，不能讲可以三十以上建出来吼，所有的讲如是可以三十以上灌出来的。对，不能违背到他刷了去安尼，这第一解释。那第二解释呢？因为你这清华的美术，还有两个部啊，啊不能，因为按讲大王知影，咁是安尼，啊照着当地写，说不定他把转一个，转一个啊，转一个弯，可以三种灌入来，好好个解释。若以三种药灌入来，转轮性的是如来。听见了，以我解不，以我解不所说有，不因哦，三十条转过来，迄、那个物件是一个出关转换，跟你讲个，是我的这个理念抛出了后，或者讲解释了后，这人哪能清楚听？哦，就是讲安尼，啊，我一解释了，蛮啥意思？是不是呢？所以伊这两点意思是两点，所以比如讲。哦，当然，世尊，如果解脱所说是不会变的，这个解脱，这个娑婆地当下解脱了吼，心得的道理，你马上改变，哦，这条件吼，以别不言，世尊，如果解脱所说的不应三十以上灌入来，今因娑婆地如是以三十以上灌入来吼，这个经分，这个一经一分的这个开得了后。立刻改变如来所说，如我该不说说你不应三十以上观如来，不也无应尽殊菩提，我
讲了，这个字哦，所以一个字哦，就是一首诗句啊，就是啊，还是这部。啊，因为这部话呢，表现现出鲁王该会说说句，这部才表达。哦，鲁王，我用鲁王该会说说，鲁王该会说说的，这个姓名这部字，这个字，这个字。这个族不是，虽然那时候伊是种个啦，伊是种咧讲伊个意思。这个族，甲伊我，如我，伊我，这两句话吼，这是差得挺大的。这个伊我。该说叫做色，用色，这个字哦，也是叫做用灰。这个字话，咱一定来翻译了。咱一般这个讲，啊，我来看翻啦吼。那这个字在讲什么物件？什么的字？无好解释。所以，但菩萨应如所告示，但菩萨应如所告示，我。经文经的第一分啊，第七分的第一有一句话，第四分啦吼。比如所告诉，一直到这里，如果以我用着我个人的地位，我个人的解通的地位来看，伊安怎讲？哦，该去说说伊，这个义理，这个义，来变来注意一下，这个义不是一般点，那叫做。行字的字，哦，第一字的字，六祖当中是叫做第一字不动，哦，咱金刚经的有一段叫做是意义故，是意义故，念经必修，第五说法，如法论教，发上印象，如果明白，这个字就是讲这个字，哦，唔是咧讲一般顶的字。所以，如我该去说说义，这个义是讲叫第一义，因为你要该你今日你今日要讲到着迄个第一义，迄个叫做啥？迄第一叫做自性嘛，自性嘛。啊，自性你若无用这个慧来解说，你要哪解说？你用这个心解说会出来未？这个心解说未出来，你解就不解入去了嘛。所以，如我用着我个人。地位，如果该去说说伊，要讲到第一这个道理，该讲点意思，有啦吼。所以呢，不以三条建立来灌入，袂使以三条以上来，哦来灌入来。所以，哦，这段话，不讲了后，哦，那个是我的，这是马上的。啊，是一个很大的爽文啦，吼！如我该会说说你，不应三十岁怪入来，哦。但是因为我这段佛法他已经了解了，吼、哦。所以佛得有一首偈呀，吼、哦，叫做还义义安啦，吼、哦。就是用着这个还，哦，这个还。伊是咧讲啊，叫做权巧方便。伊修叫做权巧，这个权很方便，这个环叫做方便嘛。环卡，伊是我用着一个方便的环卡来甲讲这段话，按叫做权以及用着这首偈。有一些电话，有音响，音乐是人心的，就会变出来。这个叫做环地仪啊，用着这个全巧方便的机的机啊，哦，来安住你的心，来帮人了解，帮人了解这个话了，哦，所以叫做环地仪啊，哦，你是时阵说语言，哦，这个时阵啊，哦，有一些电话，有音响，音乐是人心的，就会变出来了，哦。
我已经无有五级嘛，哦，无有五级，五级啦，我已经是一个无五，那是真正真分啦吼。你是世尊遗言，讲他迄个时分，哦，俗话在讲，不应三十以上，如果该不所属于，不应三十以上建立啦。这段后边不无解释哪位，伊是直接用这首诗文底啦，苏摩地啊做一个证据安尼，因为苏摩地你得做官啊嘛，就是咱大家已经做官啊，我讲完你得搁做这啊嘛，唔免在后边讲水月啊嘛，所以人讲逆袭，因为逆袭咱要过去，咱才能够证比啊搞这个师之道，师之道德等于讲老师跟学生哦。师就是老师，师就是学生，道德是讲讲迄个所在，叫做师之道德，哎，是先师之，哦，师之气德。一年来讲，师甲之契合，叫做气德。因为真若无气德，法理若无气德，你管袂通，听见？我咧讲，咱要听。恁呐，以前读书，安尼有气候无？我讲到老快，你嘛如是如是，我咧做了跳跃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咧讲，恁有听？恁听有？啊，我讲出来，恁听有？恁听会入耳，恁听会捌？啊，我讲恁听啦，伊叫做气候，哦，叫做师之气。世尊说遗言。当然，说真的吼，这修机缘的功德吼，来教化所有法会上的菩萨、阿弥陀佛。当然，这人的资质是足高的啦吼。有一些电脑，有音响电脑，有一些电脑，假使你用色相电脑，以为变成三十以上，那这个心就是分，那只不过是一个单眼睛的吼。所看到的色相，一个色身嘛吼，所以过去要讲色、色、香，用叫做品，用叫做品，色个香品，用色香香味触法这个的六品，用这个的六品。六层，顶这个顶，这个顶就是染污，这个是染污，这个染叫我们弄个鼻音，连我的肉音，我的音，肉色，我的肉音也不清楚，这个叫做顶。虽然我们看到肉音是变恶，你们用三十以上的色相来看我。这句话就直接造出来，咱知影，凡所有相，拢总无清净；凡所有相，拢总是假的物件。因为众生，因为眼，去了的色，咱知影会生起要变，会生起要变。伊来讲，色的变啊，眼睛看到色，伊会变的是色嘛？这个色，这个色就是已经分别的色啊。所以那生六根，六根叠六根，那是叫色。六根，恁知影？六根叠六根，六根叠六根，生着色。哦，恁写字可能恁看知影了了吼。色，这个叫六根。六边，哦，六个六边，色相分别出发，六边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六边，那你必须心里，哦，那你必须心里，六六边先六识出来。啊，这六识造出来，你后头开始，这个是染污嘛，这点叫做染污嘛，你叫做要要忘掉。所以就是忘的是，不一定是讲讲众生起点。然后色相道的，我不接着。虽然讲，三十相是一个非常的庄严的相，但
是犯在心中，因限制你血的本质，所以咱今日去到庙寺，啊庙寺内底人不分心，你着做释迦牟尼，哦，做个足大尊的、足庄严的，咱去会叫迄个上念，叫念的，哦，咱跪了不去拜，迄个嘛是接受，爱认真的修。如果今日你纳入，遐纳入尊菩萨，你着无做去拜。因为呐，因为无一个相啊，互你看，啊，甚至你肯定念着。所以咱今日个就是讲，要安怎，分来甲你教，真正以本心的发心，发心是无相，化身是无相的。化身，这个发心是无相，这个发心是无相。咱想讲发心，啊无相，你要讲到无相，无相，你讲到无相，啊真难讲。哦，那。言路得端，啊心得纯正，所以这是真歹讲的啊。所以只可会意，啊不可言传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咱来讲，这是实心的啦。用一音声去讲，第一音声，哦，来求佛，咱知影，因文经里十一分内底内容，你无为出来，你莫作是了。你有以为你做说法，哦，就因为听言，如果你说法就是妄分。你用音声，哦，佛陀咧讲法，我听，我咧听佛陀讲法，其实，伊拢是音声，哦，伊拢是音声，声音的物件，迄个声频啊，伊拢是频的物件。所以，既然咱人啊频了后，咱人就去，咱就生啦，咱就生分别出来。这人讲的道理做好听，啊！这人讲的道理无好听，即卖人讲吼，你讲开个话，啊，就直接讲，啊，漳州咧讲，哦，啊，就有人讲，哦，你今日讲是妖魔的，啊，你今日讲我都未拄过，哦，啊，你讲的这是事实，人家咧讲我是咧背经上好个歹啦，啊，咱未使背经，啊嘛无好个歹，是听人直接会感官的，啊，你今日咧讲我都未爱看。是安怎？伊讲个物件，互你会感觉，那是要做人个，啊是咧，那是咧，拄着甲你讲一个大声，啊拄着甲你讲一寡吼，啊较幽默个吼，啊拄着会编一寡故事来吼，互你听咧到底感觉，哎呀，听一句，感觉袂过瘾吼。啊，即种音声，你叫音，你叫声频甲你叫，对不对？总是声频，众生个内底当中，啊需要物件，哎，伊嘛需要这物件。今日伊嘛出这物件，你小心咱来做比如啦吼。甘肥，你笑我啦。伊本来要三条安尼物件，现差不多变到二十六条。这人你甲看，一直煮一直煮，讲好卖，一直煮变变到二十六条啦。你就偷偌济点呢？本来是要三条就好卖，即嘛未煞，众生还去追求啊，即嘛桃花就出来。哦，你得安尼活，你唔过这种些个事啊，你得搞，你切一条树，切块地搞下海，众生的。啊，因为今日你若讲众生未满，正法内底你若讲众生未满，一切法内底当中一路也都出不清的，哦，那不对的，这拢是唔是正法的物件，好，正法的物件，只是讲今日今日讲道理给人听，他是怎明白？因得咱要去明心见性，伊现是明心见性，所以伊拢是定，色拢是定。佛陀的相嘛是色相嘛是定，所以唔能讲讲一句话叫说安怎，你们是拜偶像，你们拜魔鬼，你讲对不对？讲对嘞。哦，黄手有相，他不是真相嘞，但是你都未使你讲钱，因为你中国都未使你讲钱，你拜偶像拜魔鬼，你拜祖先你是拜魔鬼，拜那个未使讲。那个攻击的那不是执着吗？哦，是执着吗？对不对？不也是下地狱吗？哦，你这个金刚直接拜他说哦，拜十字架，修天啊哈，这个拜偶像，我不是拜偶像，到底在十字架那？啊，耶稣定是你是一个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哪天回去，明天哪天十字架？拢唔惊这是假厝，啊拢惊用人，伊真正人咯，啊顶包伊个是假内底哦，啊这不是偶像，说这偶像，他
他们说别人是偶像，他们不承认他们是偶像。啊，不是偶像，他不承认他们偶像，这不是偶像吗？一些天改变了你的天，你讲的是对，我很信的。但是不是那个时阵讲那个话？你今天对我这边讲这个话，这个在想。你今天说对的众生，你对十趴，也在想；对高十趴，也在想。以这十趴是金字塔，这高十趴都没金字塔，我呢，但是你要放下，啊，你想，对不对？我得到了众生。众生叫做相嘛，这位众生叫做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众生嘛，不是众生就叫做哪？叫做分嘛。是名众生，是名，我是方便的含义。啊，你听，飞鸿，这位飞鸿，是名飞鸿，飞鸿，你看是，你看有一个飞鸿。是你自己生出来，你老爸给你名讲起来呢，是嘛？顺条来讲，讲啊，我不有心，不人心，就是我不有数，不人心啊。毕竟心我，随时我，心我即我，我随时。兄弟心连好比我，何人讲讲我就是。不图不见，不来有无烦恼无边。顺条来讲，这个是讲啊，他本来是个强名嘛，是名嘛，对吗？众生嘛是一个共鸣的相嘛，所以伊咧讲唔得听，但是你未说用一些恐怖物件，人讲你参王太多等于，你中间了大陆你讲拜祖先拜魔鬼，看两无错的，哦，我们最是感恩，即使传说有效，那么才好，它不是一个真实。啊拜，你先讲拜灵座。哦，你拜银纸啦，你烧厝啦，哦，信息变啦，即回啦，叫等于咧都无钱的吼，甲烧一个厝，我要开始变情况，去烧一个银纸，我要开始万块啦。哦，爱钱都咧办法源呢，啊，你今日你叫做土工啊，你今日你在当中讲不好听的话，你也唔知你在做吗？对不对？你趁着这个机会，人家剥削钱，你安尼给人家烧。连个布吗？还连汤啊？这有道理吗？啊，到底演了你个小什么？我老爸等于我都不敢笑嘞。哇，伊比我老爸，伊比我老爸较简单嘞。伊等于啊，是我几千条嘞，诶，一万块嘞。啊，伊等于就做到我老爸等于是当官嘞。我说比我老爸较简单嘞。啊，伊个钱嘛是，伊个钱嘛是拢人管家用个嘞。所以你们要记。爱赚啊！啊，你今日去做这款的，做这款物件，你会知影。你都讲，你那老人真了解，有啊，我人这款物件放放下关心下就好。所以，什么叫做道德？什么叫做良心？什么叫做称好大事？对不对？你做合理就是道，做不合理就是罪。看你供养钱的人，那么小孩子一天不清楚很多。你根本在了看，哦，在了后边那小厝啊，后边那小地砖，你是你俩是晋江是泉州，虽然讲啦要死，但讲啦要生就是啦苏杭泉州，啊，若要死是福建泉州，福建泉州你若去到地，好人死人当中我拜足济人，你若做人变，那就是拢死人，为啥呢？规砖头拢做咧散。哦，哎，刮茶是用做保护的，我讲，死一个他妈，一天我开了一百万的人民币，一百万人民币啊，五百万代表你开了几倍？哦，哎，你要做事业，可是你要吃，你要挂掉呢？哎，打规整台，你要吃呢，太低呢？哦，打起码出侪人，你要那才能挂香呢？是不是呢？所以我没死，就是那福建泉州，啊，那没生，就那苏杭泉州。因为说杭以前一年迄边啊，迄个面，迄个啊，头啊细块，啊头啊细面，安尼个梗，干你讲起头个婴儿啊，你再用迄个很柔软的头啊细啊，包着温暖，因为好，讲起这个面，啊所以呢，因为咱肯定爱怎样，哦，
我们一定要破相路。好，所以音声拢是相，是人音声都不能相，是人音声都这是咧讲功啊，又不是正法，侠人不是正法，侠人不是正法，好。这是福德，这是福德清楚讲的，不是恁讲的，还是恁讲的，但我会相信。这是福德是清楚讲的，因为邪就是偏嘛，刚讲的就是安尼嘛。那么讲做恶啦，这唔做，意思邪的，讲偏的意思，不是正的，你这个邪的就讲这里面，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偏？因为你要找到你，你的发心一定要有这个啦，化身啦，哦，发心一定要正，正的是啥？它是无相，它是无相，哦，偏就是幻，幻化之相，幻化之相，所以幻就是产生影现象，啊，三种影像就是讲叫影嘛，它是影像嘛。比如讲，你结婚，你祖先材料啊，这是不是幻化之相？你若去看你二十岁的相，你看你做冤大，看起来像，起码要五十多岁啊，这是冤大对啦吼。但是我们啥才冤大？因为你有变化啦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个、你这个变化呗，你个看你，自你生出来，你这个有变化无？无变化。三公位，然后我一个手，我对不对？它是不垢、不垢、不净、不生、不减，它本质具足的东西，你不能补救的物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何以出现不如清净？何以出现不不生灭？何以出现不如补救？何以出现不不动摇的物件？补救物件它有几有几多样？它本来就是。虽然咱唔知影，咱无看到，咱听到，达作人讲，教佛陀人讲，咱嘛知影，这个无相正法，这个法身，它是一个具足，它是一个不变，它是一个不变，不变的原理，而且变化是这个变变化，因为你看偏离嘛，所以变成幻化，咱就那眼界一切，好，咱就重新去轮流，咱难得考。自性都要被考了，自性在何位的叫生在何位的，仍然被考。自这个八天那个死考啊，死去话，你会相信吗？一年到了定人界嘛，人界的幻化这个界嘛，啊这个界，结果那是包了六万的死啊，啊死哪能死去啊？你不能让人界的人要等你，一定要等你了哦。既然放不下，舍不得想，我的形象哦，有你。咱去听到迄个什么三嫂跟迄个囝婿，三十外岁了叫漂亮吼，三十几岁嘛吼。咱看到安尼两个孙仔，一个讲他生出来三岁不如，咱就艰苦的，我也艰苦。这也艰苦，因咧看伊的相，伊这人，啊，叫咩去啊？咩？伊叫咩去啊？对不对？咩？但是心中意咩？身至坏空，生老病死，这个幻化之相嘛。但是人一切体，虽然讲伊有三十几担，倒来，伫咱世间的人看袂开。你条线，如果你不能讲给你看这个物件，不能看这个物件，也跟我安怎呢？如不懂嘛。咱人，咱的厝，咱的厝，那是死人啊。那我们惊死，看到一副尸体，我们惊死。啊！若看到那个生囝，我们欢喜死。所以讲，庙师要叫人死，叫人生。庙师若叫人生，讲起来无清理上。咱今日去那里过哪？要过会，还是做什么法会？上惊的查某人无清理上。我们查某人若无清理上，伊在那个房吼，讲起来法会做袂成功。啊！那伊讲叫做起个物件。啊！其实来个讲起来，人死就是。所以你心是啦，人是起死无起生，啊不是起生无起死，也
变成一年，对，变成涅槃嘛，它叫缘起涅槃嘛，它涅槃的定义就是解脱嘛。哇，一切努力啊，吼，虽然拢认识，拢认幻化，拢认偏见啦，吼，拢认一切心嘛，但无认一切正法，所以无认正法，所以佛大人讲，是因影响的，即个建立来。那安尼，咱人惊骗人，惊邪的，你要看到如来发生困难，当然即句话是世间如来，你因公因果的相啦，请靠四则六常的反复啦，吼，我们看到佛。是经历膜拜震撼，如来讲的吼，我们听不到自己，还在深切感觉遗憾。这是啊，这里怎么说呢？所以一心见我，一心相见我，就是就会受到佛的恩泽，是影响这个境。那已经一直行行对小的平，一年能够，一年能经历化掉小。不得想，咱拢个，那要甲讲起，不应该甲咱学了方丢，因为不得想来甲摆脱，啊，不会明白，想不会明白，因为复杂你就想，因为复杂你愈行愈深，你依然，你依然不，所以不是你明白，不不说明白，不是你该转念，你拜我就无道理，所以咱不敢讲，若以色见了因，以因生求偶，必须得不能恶者，不能。面试啊，是你影响到，就是见如来，你这人惊骗你啊！你要看到如来发生，你拢是惊去骗去的物件。所以这个内容中呢，我把这点讲了吼，不要去那么去这个表面了吼。所以这物件吼，讲这是发生如来，在色相相化，在音，在声音相调啦吼。所以佛祖才讲说，世人行其道，其人见如来。好，如讲如平，想如平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将那个话就讲，因为经还是得通啦，因为他们有想法，叫我们要放下，一再劝说不要放下，也是为了通啦，平息我们有点绩效，不足是佛心，不足。声香味触的波斯，啊，金刚经里第十本来就讲过，应无所思，以心以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生心，哦，像触的生心，色声香味触的拢是个境界，哦，这两种的境界拢是的，是就是啊，污染意啦吼，污染污染，也污染我们的真心，不然发生也是。是上面地方，所以呢，伊是一个清净。哦，如果你以心见，就是色见；你音声见，就是音的声见。在六根经上面的贡献，看到佛，有伊在看佛面，哦，你看到拢总是相。那咱阿们知影讲，咱今日已经是行去错误的路线，所以咱是色见来入面。一些人要出佛在因因内底当中要出佛，就是惊向，就是骗人惊吼。啊，所以呢，今日的片当中，不可能因为时间已经到吼，后壁的片当中，后一个这个细胞的画像中，然后到底是咩样讲，所谓的一个称，因为转世成就的相关的道理吼。所以讲了一个点，讲时间比例，所以呢，这个得一熬出，他们共鸣来分享，不可能你能怎样？已经你部门在这当中已经可能共了，第六分的第十六分的部门共了，部门后边爱他们来这是安怎？有一些情况，有影响情况，是影响，这个你见出来。后壁还有一挂，你还能够伊甲做一个详细的说明，因为时间到，这样方便。要继续，因为时间到，就停下。好，啊，所以好处咱一点迄个发心中啦，吼，你发心中来，这样咱就转世成圣，转世成佛啦，吼，够伊甲做一个分享。不可能，因为
上较重要是讲，你想的这个，你有生气，你有生看一个影，啊，你有去生气，啊，你看一个超市啊，啊，你就去生气。哦，上较重要就是讲，你完全所看，拢总是无正面的物件，无实的物件，所以是点样一点了解，尤其咱好多先讲。你对我得了进步成就，这个真正是我能讲到个性的变，真正我能讲到个性的变，伊能够，因为你爱当中你佛教，你爱当中你佛教发的内当中做圣贤，我直接讲啦，咱的情况面，你拢会听，恐吓，我说伊面拢会听，所以因当然因不见面啊，哦，啊，所以咱个真正无。真正有真正物件，有救。随时讲，伊讲最起码咱来办，伊讲最起码咱来办。哦，所以这点物件，我特别感觉对大家做些交代吼。啊，所以这嘛是反正各位大家真正会当去倾听，因为其实咱的三宝心法是超越一切一切物件了吼。因为所有的经典，拢总是一种的东西，拢是一种的声音，拢是一种设备。哦，其实咱能买到这物件，那广告是市场的物件，因相信我就是。哦，这是咱啊，以前两边们各位同志交代吼，啊，另外讲到这个所在吼，啊，咱啊都啊归于哦这物件吼。阿西美良，为什么要分享？跟前道哈，前道先来分享好不好？这个先来分享哈，请问，你来分享，你来我。